一天的美好时光，奔跑走廊追逐的模样，不自觉想要观赏。手握冰淇淋漫步操场，拥抱微风掠过的清凉，白日梦有时也会幻想，故事慢慢拉长，青春滚烫。偶尔倔强，一起闯祸的疯狂，偶尔分享第十六集，当你年少时，有果必有因。冷静啊，南姐，这事你再仔细想一想。还想什么？听我的，没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得让叔叔阿姨离开马腾镇。嘿，哪来的冰镇啤酒？我回来路上刚好碰到搞活动，买一送一。嘿，还真得是我们家宝贝奶奶啊，真没白疼你。就你呗，哈哈。哎，怎么感觉有点跑圈人呢？哎，爸，我听说这批啤酒好像有抽奖的。一等奖好像是双人免费旅游大奖，你别忘了看瓶盖啊！哎呀，我看也是白看，我什么时候中？哎，中了！奖呢？一等奖，快快快快！一等奖，真的宝贝儿，这爸爸中奖了！中奖了，爸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乖乖乖，你妈了，快快快叫你妈！看看，中奖了。这有电话，我打电话问问。喂，哎，你好，那个我买了瓶啤酒，打开瓶盖一看，一等奖是光明市百车山徒步双人游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们这是和乐游旅行社的合作项目，只要您联系他们，交通费、住宿费。费全包，两人两天一夜，明早出发，过期作废。乐游旅行社，哎，是麻塘北路的乐游吧？哎，那这活动只在我们麻塘搞吗？喂，喂，当然不是了，这个活动是全省的活动，在不同城市分包给不同的旅行社。我们这个一等奖真的是数量有限，而且一分钱都不用您花。希望您走过路过不用错过。感谢您的来电。我就说电话应该我来打，谁有我这么机灵嘛？然后你一出生就穿帮了。一等奖怎么才爬个山呢？是啊，怎么也该弄个新马泰什么的。经费有限呗。嗯。我是说，咱们买的没有他们卖的精，反正是白给的，不去白不去，是吧？说是过期作废。嗯。要不然就算了吧，我们俩都出去了，这俩小子在家怎么办呀？别呀，向阳有我呀，对吧？嗯。这不一晚上你们就回来了，而且你们好多年没旅游过了吧？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。哎，真美就行。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咱不也是？你们找那家旅行社真的没问题吗？绝对没问题，
有我的演技支撑，他们已经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充满孝心的儿子，希望能偷偷给节俭的父母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，绝对不会穿帮哟。还不是小费给的高。通讯录查了吗？查过了，填的都是家里的座机。嗯，那现在蔡老师能发现问题的地方只剩在南方了，理由找好了吧？哼哼，我这儿倒是下了无题了都。哎呦，南姐，你真的好狠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贴告示去了啊。他这算不算是卸磨杀驴？嗯。嗯。什么是卸磨杀驴啊？我期中考的有进步，谢谢了。恭喜呀。我成绩其实很差，多亏有你的笔记，看你游戏打这么好，真没想到还是个学霸。还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学霸。那晚一点我再给你发一套高考解密考点。我整理了一份英语常用例句发到你邮箱了，比比看谁先背完。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。丫丫饿了没有？姐给你煮面条吃好不好？楠楠回来了，一会儿就开饭了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那山啊就一点点高，我跟你爸俩半天就爬上去了，后来跟旅行社一打听，说第二天要去的地方还要额外花钱，那我跟你爸俩一合计就直接坐车回来了。过来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还要给向然送点东西，吃完饭再去吧。向然还等着呢。着急吗？就还挺着急的。不忙，来，先把这天麻猪脑给吃了。爸比，我错了。我和你妈双双食物中毒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南姐，南姐，我刚刚在那边看到顾姨了，这是计划败露了。我的计划本身是没毛病，主要是没跟上变化。喂，老爸。没挨打只算输一半，回头再有类似的事，不就有经验了吗？就凭你惹了爸妈的便宜，我当初怎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？哎呀，我到底是图什么呀？我爸妈看了成绩单，说我虽然还是倒数第一，但是成绩有进步，值得鼓励。好事儿，那你应该不用吃天麻猪脑了吧？猪脑还是要吃。啊，我爸说我编谎话，他们食物中毒，严重影响餐馆声誉。明显没脑子。他还邀请大家，家长会结束后来我家吃饭了。你全照了？那你也是不知道中华有多难吃。可以啊，瑞哥，选择题只错了三道，照你这进步速度，北华理工妥妥的。
是吧？嗯。你指对了三刀。可以啊，有进步有进步。看来猪脑吃多了，还是有点用的。也是真棒。嗯。张爱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不是说要来帮忙补课，叫我们补过的吗？他补课我是一点不期待，就他那淬了毒的嘴，我觉得这样刚刚好。我去，谁扔的玻璃球？哎，快抓住前面那人！周成海，你个闯祸精！什么？怎么又是我？你搞清楚好吗？是那胖子。什么胖子？哪来的什么胖子？他又闯什么祸了？好像是把家里玻璃砸，编故事。真是个人才。哥是吗？妈，玻璃修好了。好，休息去吧。哎，剩下的我自己收拾。好。小海啊，给奶奶找支铅笔，卷磁带。啊啊，好的，奶奶，晚点啊，我现在有点事儿。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有什么事儿呢？啊，奶奶白疼你是不是啊？有事儿。妈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让开一点。怎么跟你妈说话了？啊？你现在是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我看你这小子真的是把你养活大了，你这么一大没小的，你知道自己姓什么？知道自己。涛儿，你怎么也在瑞哥家？别招他。怎么？他爸妈今年过年又不回来了。那你抽抽什么呀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跟没断奶一样。怎样？我就是心里难受嘛。丢不丢人呢？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要是你，我做梦都能笑出来。陈海，你怎么有脸说阿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？嘿，你让我们出去看看，现在年轻人对待家长的健康态度是什么？看球吧。瑞哥，你就别参与了，你参与属于作弊啊。离我这么近干嘛？说话犯法。朱晨海，你能不能闭上你那张破嘴？差不多了，上课去。前面的棚子，站住！南姐，你这次下手也太狠了吧！不是我，我是有肚子好吗？这一会儿很明显不是我干。那你跟谁干仗了？我出门碰见砸我家玻璃那胖子。真有那么个人啊？就是那个红色虎头夹克绿裤子？真是他砸的？那不让我砸的？我们都以为是你。很胖吗？长什么样？特别胖，满脸横肉，
看着就不是什么善茬。瑞哥，你想干嘛？你不是想帮陈海出头吧？你可千万别啊！不值得。他为什么要砸你家玻璃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认识他。虽说看着他眼熟，但仔细想想确实不认识。哎，你好歹也就砸玻璃一个花瓶嘛。什么叫砸破一只花瓶？那可是我爷爷送给我奶奶的。这事儿没完，我必须摁着那胖子的头给我奶奶道歉。阿涛呢？阿涛好像认识一个菊瓷器的师傅。什么是菊瓷器啊？菊瓷，一门东方古老又神秘的修复艺术。可以修补破碎的瓷器，不透光，不漏水，恢复原状，一模一样。这么神奇啊？那我试试去。你刚刚嘲笑我没断奶想妈妈哭，而且还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带不带我去？哼，不带。多聚碗，聚大缸。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这么接地气。东西带来了吗？走。哦，热的，还是瑞哥心疼我。真到了吗？没。我总觉得在哪见过。那你星期天就准备全天在这儿蹲着。嗯。陪你一起。打虎亲兄弟，正好。哎，我不冷。哎，多蹲一会儿你就冷了。既然有你在这儿蹲着，那我上课去。什么课？少林宫报了班，钱都交了，不去多可惜呀、啊！怎么是你、啊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怎么过来了？没事吧？我去电器城找你。瑞哥说你在少年宫，我找你半天了，你干嘛要打我？看到那胖子了，但怎么一转头不见了呢？什么胖子？红色虎头夹克，绿裤子，跟堵墙一样的壮汉。一定是上回我揍太狠了，这回跑这么快。那么壮的一个人还会怕成这样？会，他会的。我上回真看见他砸我们家玻璃。啊，你别急嘛。不过你说的那套搭配真的是对时尚的一种侮辱。但是，我还是很相信你的海哥。谁叫我们是兄弟？跟我待着。哎，今天啊，我们该去取花瓶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儿。走，走嘛。胖子。奶奶，夏兰来了。嗯，小海也回来了。奶奶，那个花瓶我给你补好了。是吗？这还能修好啊？哦，挺好的。
奶奶，这个花瓶虽然恢复不了之前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试过了，不漏不碎，是可以用的。你们从哪找的菊瓷匠啊？这里有好些年头没见过了，修的还蛮牢靠的。董姐，还没睡呢，又在不开声音偷偷看电视，早点睡吧。看完再睡。这个在家阿郎好几百集的，看不完的，好吗？睡醒了再看，要是有落下来的，我给你买影碟。啊，妈，睡吧。太晚了休息对身体不好。你看你这脸色，海哥，海哥，海哥，侄儿呢？我来，我来。海哥。奶奶她看到花瓶了，嗯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哄奶奶开心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海哥，你打起精神来嘛！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砸玻璃的，让他好好忏悔。可你还是没有证据啊！我去倒垃圾，回来咱们再好好研究研究，怎么哄奶奶开心。要等我哦。陈海，你是不是说过在你家楼下发现了个玻璃球？嗯，是绿色猫眼不？还能找到吗？那应该是洋洋的，他赢了一个小姑娘呢，弄丢闹了好几天了都。他那天也在我家。走走走，找你弟去。哎哎哎，扫地啊！你们去哪儿？洋洋。你看到有人砸哥哥家玻璃了是吧？嗯。那人是不是穿着红衣服、绿裤子？嗯。你这么问，算诱供了吧？你还不信是吧？洋洋，那人身上的图案你看清了吗？嗯。是什么？是大老虎。真是。啊！他干什么？带着这种叫着奶奶的找他去。去去去去！奶奶，我找到证据了，咱报案去。我，你个小朋友，你还敢过来你？给我惩罚！该不该你道歉？凭什么？哎，别别别，是我们家小梅的错。就是。就是什么就是？你看看人家小胖，孩子吓的。快道歉。那也是他先砸我们家玻璃的，奶奶花瓶还让砸碎了呢。那也是你先招惹的人家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都不认识他。还不承认？人家老师都证明了，说你在少年宫舞蹈班笑话人家来着。哎呦，我们也该回家吃饭了，刘姨回头见啊。啊啊！少年宫，脖子头，膝盖脚尖压住，夹脚腕，去，碎，蹦蹦蹦，去，碎，蹦蹦蹦，去。这胖子干嘛的？保镖。你是学生吧？这第几个？怎么混进这包小电盒了？哦，你就是那跳芭蕾的小胖子。胖胖胖胖胖什么胖？还不道歉？奶奶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一时冲动，砸坏你家玻璃。对不起。没事。知道错了就是好孩子。
快坐下，站起来。人家都道歉了，你呢？说呀。对不起。我们家程海这张嘴呀，我是太了解了。哎，其实这件事呀，也不能全怪我们。孩子们啊，不能全怪孩子们。孩子们就是打打闹闹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这太正常了，是吧？是。哎呀，只要现在和好了就好，是吧？和好了就好。哎，这不就很好吗？奶奶回来啦！哟，哎，啊，我帮程海值日来着，晚走了一会儿。嗯，啊对。他还差玻璃的事儿呢，心疼他奶奶的花瓶，就他那招人恨的样子，不行，还得我替他想个办法，哄他奶奶开心。那是，我可是方圆百里最贴心的小棉袄。嗯。嗯。这盒磁带也不太行，回头我再给你翻录一个。奶奶，程海他奶奶是不是喜欢听那首《不了情》，对吧？哎，还是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嗯，奶奶，奶奶，您喝茶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呀？对不起啊，奶奶，要不是因为我闯了祸，您的花瓶也不会碎了。没事，这不挺好吗？现在就当是你爷爷和你一起送给我的。不过小海啊，你这张嘴还得改，不然会没有朋友的。哦，我慢慢来。奶奶，那我先上学去了。多少茶叶啊！给什么呀？我翻录的邓丽君高清无损经典歌曲《不了情》，拿去给奶奶一听一听。可以啊，阿涛，好兄弟啊！我尽量以后少黑你啊。除非忍不住。啥？你怎么抢电视抢到我家来了？奶奶在家听磁带，嫌我吵。那你去瑞哥家呀？瑞哥家太远，懒得去。我还要看个《坐骑之吻》呢。你瞧瞧你一点出息，少看点偶像剧保智商。有本事你别跟我一起看。我还真有这本事。你去哪儿？上课去。你上课？偷偷补课？在哪儿补的？补多久了？不告诉你。这以前不也拉挺好吗？要不再试一下？算了算了，本来我对小提琴也没有那么多兴趣。据我爸，老觉得我是个天才，还专门学了钢琴和合奏。
齐了吧？起立。老师好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突然想起现在的你，恰逢蝉鸣随风而起，回忆揉着严肃心，才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想起那天夜里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关于你。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悠然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拘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狂奔的背影，伴着奋力的呼吸，呐喊出的一字一句，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一定是。